各位好，我是王仲荣，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录影。这一次要为大家录的是 Namco 的，也就是南梦宫的备受物语。这款游戏是1988年的11月18号出的。1988年差不多是我的12岁左右吧，大概是国小六年级左右推出的游戏，也算是蛮久的历史了。备受物语一直是我有在注意的作品，不过初代我好像没有玩过，我是从二代还有超人版的大备受物语才有玩的。那么这次因为在这个 Namco Collection 里面有出备受物语，就特别来玩一下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说明，在这个里面它是用英文的名字叫做 Shares of Story，就是贝壳恐龙的故事嘛。然后故事是写说，现在四名小小勇者挺身而战，当阴郁黑暗再次笼罩之日，大魔王将重新复活，一位身残火之背的勇者将自遥远天际降临，只要火、水、大地与大气四种贝齐聚，便能再次封印阴郁黑暗所唤醒的大魔王。这就是基本的介绍了。我们来看一下操作说明书吧。备受物语操作说明书，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故事吧。シェルドラドと呼ばれるこの世界にはあるかな。背中に小さな貝をつけた怪獣という生き物が住んでおりました。他第一段是说有一个世界叫做 Sheldorado， 中文翻译应该怎么翻译呢？叫做贝壳国吧，叫贝壳国。有个世界叫做贝壳国，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从很久以前就存活了一种生物叫做贝兽。贝兽呢，在背上会长一种小小的贝壳。然后再看一下第二段。その昔、悪の限りを尽くした暗黒大魔王を不思議な四つの貝の力によって封じ込めた平和の守り神、それが怪獣なのです。その時の戦いで使われた不思議な貝は、今でもシェルドラドに大切に祀られていましたが、ただ一つ、木の貝だけは戦いの中でどうかに遠く飛ばさ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第二段就是说，以前呢，有一个做尽了坏事的暗黑大魔王。这个暗黑大魔王被有着使用了不可思议的四个贝壳的力量封印住了。那封印住这个暗黑大魔王的带来和平的守护神就是备受，而那个在那场战役中所使用的那不可思议的贝壳，到今天也仍然在这个贝壳国很宝贵的祭祀着。但是这些不可思议的贝壳呢，只有一个贝壳叫做火之贝，火贝壳吧，在那场战役当中被打飞到很远的地方。然后第三段，いつしかシェルドラドにはこんな言い伝えが生まれました。いつの日か再び大魔王がよみがえるとき、天空の彼方より火の貝をまとい石勇者が舞い降りる。その時こそ火水、大地、大気の四つの貝を揃え、大魔王を封じ込めよう。第三段就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在贝壳国有了这样子的传说，就是说有一天呢，当大魔王再次复苏的时候，会有身负火贝壳的勇者从天空的另外一个彼方，从天空的另一边吧降临，
而那个时候呢，就是要齐聚水大地，火水大地大气四个贝壳，封住大魔王的时刻了。そして今、大魔王パッドパジャーが封印を打ち破り、千年の恨みを発散と復讐を開始したのです。たちまちのうちに魔物は世にはびこり、世界は闇に覆われて行きました。那今天呢？那个大魔王 Fat Baja 就是肥魔吧，我们叫他姑且叫做肥魔好了。大魔王肥魔打破了封印，然后想要一血那千年的怨恨，所以就展开了复仇。于是呢，一下子魔物就蔓延了世界，于是世界就逐渐的笼罩在黑暗之中。そんな中、シェルドラドでは選ばれし三人の怪獣の子供たちが打倒バットバジャーに立ち上がりました。そして時を同じくしてシェルドラドに一人の少年がやってきました。在这样的状况下。贝壳国有三位中选的备兽小备兽，他们挺身而出，要去打倒肥魔。同时呢，也有一个少年来到了贝壳国，就是这个说明书右上角的那四个了吧？少年就是人类嘛，看起来。然后其他的三个备兽就算是。各有特色吧，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一种备受。游戏的内容就是要打倒大魔王肥魔啦。肥魔是邪恶的化身，打倒他就是你的使命。然后下面说的中间的那一张地图就是贝壳国。看起来当时买游戏的时候还会送地图，所以他说请你看一下游戏包装中附赠的地图，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全貌了。然后四个主角，也就是刚才在前一个画面上有列出来的这四个角色，就是四个主角了，他们会个别从自己的地点出发，所以不是在一起，一开始并不在一起的。这四个就是主角，然后他们会从这个贝壳国的四个角落出发。如果以地图来看的话，应该就是左上、左下、右上、右下。这四个角落吧，然后游戏中好像是可以随意的交换这四个人来游戏的。再看下一页吧，哇，有点麻烦，反正就是要提升他们的等级啦。第一个是收集资讯，第三个是组四人团队来应战。来看一下这些角色，第一个从地球来的少年，所以说在之前的大战中，火贝被打到了遥远的地方，就是地球了吧？所以这个少年是从地球来的。少年呢，不会魔法，但是他有着天生的体力。然后他是从东南边叫做麦幽城的地方出发的。第二个是身负大气贝壳
的备兽，叫做酷皮酷皮，酷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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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太会肉搏战吧，但是会学会许多的恢复体力型的魔法，简单说就是僧侣吧。不过以勇者斗龙这个设定来看的话，就是僧侣型的角色。第三个叫做颇庸，颇庸是身负水贝壳的备兽，他有点好像靠不住的感觉，会发呆，但是他擅长战斗，而且也稍微会一点魔法，那也就是说他是属于魔法战士型的吧。魔法战士也就是说主角是纯战士，然后这个水就颇庸的话是魔法战士，他是从西北方叫做邦德贝德城开始。那第四个角色的话是拥有大地贝壳的贝兽，叫做巴布。他不会战斗，但是呢擅长攻击魔法，然后是从东北的城堡雷哈列塔出发的。其他的就是游戏的操作了，这个就跳过吧，我想不是很重要，玩一玩就知道怎么玩了。然后特技主角的话是使用功夫，然后酷皮酷皮的话是存档储存，发布的话那是包裹吧，包裹是逃走，然后不用的话是随意跳跃，随意跳跃。城镇有旅馆、商店，然后记录点、宝箱跟其他道具，有补血的、解毒的，还有可以瞬间回到之前最后一个前往的市镇的，还有可以逃走的、开门的。卡米诺布当这是神符吗？在移动中可以防止敌人出现，还有朱币，所以朱币应该就是钱币了吧。帐篷跟叫做什么沙鸟吗？沙鸟就像是太空战士的陆行鸟一样吧。可以搬运行李的家畜哦，所以说如果队伍中有这个沙鸟跟着的话，就可以让它搬东西就对了，它是个驼兽。武器跳过吧，魔法也跳过，这个是游戏包装中的附赠品。哇，有四个玩偶耶，居然附赠四个玩偶，然后还有一张贝壳国的地图，还有一份叫做什么泪水的秘书。原来如此，泪水的秘书。好，这一张就是附赠品的地图了吧。然后这是泪水的秘书，正面跟背面，那上面写什么呢？他说这个被封印在里面的泪水的秘书是撒在海螺战车前往的
所到之处的那个什么老人啊，隐藏岛屿的老人吧。哦，我知道了。他说这个泪水的秘书呢，在你用海螺战车见到那个樱岛的老人之前呢，都不要打开。然后背面就是说明这个泪水的秘书，所谓的泪水的秘书就是许多的勇者在征战，借由征战然后所留下来的许多血泪吧，所记下来的勇者的书，勇者的记录就对了，应该就是看起来就是地图吧，简单说就是地图啦。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贝壳国，备受物语，开局摩诺嘎塔里。这个备受呢，在日文念起来就跟怪兽是同音的。所以如果不看字的话，讲到 Kaiju Monogatari 的话，也许一般的人应该都会认为是怪兽的故事，结果呢其实是备兽的故事。好，开始先取这个来自地球的少年的名字，一样取我的名字吧。就以前这个世界上有着背上长贝壳的怪兽，贝兽吧，因为贝兽呢是和平的守护神，然后和平的生活着在怪兽岛，和平的生活着，然后怪兽岛上祭祀了三个贝壳，那是在以前跟暗黑大魔王战争的时候所使用的不可思议的贝壳吧。然后其中一个贝壳被弹到了遥远的世界。然后很久以前有流传这样子的说法，就是有一天呢，暗黑会再次复活吧。然后这时候就啊，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说明书上的故事吧。反正就是魔王会再复活啦，所以要再收集四种贝壳。去封印住魔王，为什么只是要把魔王封印住，而不是要干掉魔王？然后经过了千年而复活的大魔王飞魔王出现了，他要报仇雪恨，所以大陆上就瞬间被黑暗笼罩。然后长老就呼唤了三个小贝兽。这三个小贝兽是被选中，还要他们尽快的去找到那个火贝的勇者，然后打倒暗黑大魔王。于是呢，那些小勇者就出发去打倒飞魔。结果这三个小勇者被飞魔的魔力打散了。于是呢，这小小的四位勇者的冒险开始了。他们应该找不到那个火啊，他前面应该是说找不到那个火贝吧，所以就三个人去打，应该是这个样子吧。我因为没有很仔细的看，然后就从火贝的勇者这个少年开始啊。あなたこそ火の怪をまとい伝説の勇者ですな。他说哦。你就是有着火背的那传说勇者。噂では背中に小さな貝をつけた怪獣たちが。根据传闻呢，背上有着小贝壳的那些怪兽，那些贝兽。大気、水、大地の三つの貝を携えてこの世のどこかにいるそうです。也就是身负着大气、水。大地这三种贝壳的贝兽，
他们就位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暗黒の闇より蘇りし、大魔王バットバジャーは从黑暗复活的大魔王肥魔。すでに多くの村々を暗黒の闇で覆い尽くしています。他已经借用黑暗笼罩了许多的村庄。什么叫做用黑暗笼罩了？也就是说，那个大魔王已经支配了许多的村庄吧，可以这么解释吗？一刻も早く、伝説の貝を持つ怪獣たちと力を合わせて。你必须尽快和那传说，拥有传说的贝壳的那些怪兽、那些贝兽和通力合作。バトバジャーを打ち倒し。この世界に再び明るい光を取り戻してください。他说：“你必须尽快找到那三个拥有传说贝壳的贝兽，然后与他们通力合作，打败肥魔，让这个世界再次恢复光明。”この世界のどこかにはバットバジャーを倒すのに。只有那有次诺塔克拉纳萨雷特伊玛斯，在这世界上的，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四个宝物，藏有四个宝物吧。这四个宝物是打倒肥魔所需要的。そして、そのアレカを記した地図は、僕らにいるジプシーのおばばが持っているそうです。那四个宝物，记录有那四个宝物的所在地点的地图，是由人在庙中的那个吉普赛老太太身上。まずはジプシーのおばばに会い、宝の地図を手に入れるのが冒険の近道でしょう。他说你的这一趟冒险呢，就是从先去找那吉普赛的老太太，然后拿到地图，这样子才会算是捷径吧，不然你就要自己乱走了吧。旅の支度に心の石と50パール差し上げましょう。这个就是他给我一个东西吧，叫做心石，心就是心脏的心。他说我就给你心石还有50铢，这个铢就是珍珠的意思，帕鲁，这个世界的货币单位就叫做帕鲁，也就是珍珠，我们姑且就叫做50铢吧，这个就当做你旅行的盘缠了。頼みました。劉。他说：“中龙，我很期待你。”好，那我们就出发吧。ようこそ迷路の街へ。ジプシーのおばばは西の岬にいるそうよ。欢迎来到漫游镇。你要找吉普赛的老太太的话，她好像是在西边的海边。ここからずっと北西に小さな池があるそうです。距离这里遥远的西北方，有一个好像有一座小池子。その池の近くの神殿に旅のお坊様がいるという話です。在那池子的附近的神殿里面。听说有一个旅行的和尚。哦，その貝の首飾りは。啊，你身上那贝壳首饰。この星が選ばれた4人の勇者じゃな。你就是那被选中的四个勇者之一吧。この世界には4人の旅のお坊様と。
在这世界上有四个旅行的和尚。4人の獣士のババが私たちを待っている、待っておる。也就是说，他说这个世界上呢有四个旅行的和尚，还有四个吉普赛的老太太在等着你们。旅のお坊様や獣士のババに会わなければ。如果没有不去见那旅行的和尚，还有吉普赛老太太，絶対にファットバジャーを倒せませんと。那你们就绝对打不倒那肥魔了。这里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在海滨的那个庙的吉普赛老太太所在地，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どうやらお主が火の貝を持つ者のようじゃの。看来你就是拥有火贝壳的人了。私は旅のお坊様に心の石を持ってきた者に。他说有一个旅行的和尚告诉我，他说会有身上有心石的人过来。宝の地図を渡すように頼まれておる。那到时候呢，我就要把宝物的地图交给他。さあ、宝の地図を持っていくがよい。那这一份宝物的地图你就带走吧。詳しいことは旅のお坊様に聞くと良いぞ。详情你就去问那旅行的和尚吧。就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号地图。还帮你画了地点。好，了解了，走吧。这个看起来像是复活节岛的那个摩埃的图示，就是刚才提到的神殿的所在地点，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哦，お願いじゃ、你只有一口じくれんかの、くれんかの。他说拜托你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吗？ありがたい、もう大丈夫じゃ。うわ、感謝、我没事了。お主、おばばから宝の地図をもらってきたな。お、你身上有那个老太太给你的宝物的地图吗？どれどれ、見せてみなさい。我来看看、请拿给我看看吧。この地図はジクリングのありかを記した地図じゃ。他说这张地图是标记有时空环所在地点的地图。この宝は出晴れたのくせにある珊瑚礁に沈んでおる。这个宝藏呢，宝物就藏在雷哈列塔西北边的珊瑚礁中，珊瑚礁那边吧。これがなければ冬上へは行けぬ。没有那个时空环的话，就去不了浮游城。也如此，所以我接下来的目的就是要去找那个什么时空环，最后就是要去浮游城吗？好，那么根据攻略的话，接下来就是要换人了。我们来换一下。そなたはまだ子供なのに、ファットバジャーを倒しに旅立つとは。你还是个小孩子啊，居然就要出发去打倒肥魔。なんと勇敢な子供じゃ。そなたに心の石とご助パールを授けよう。你真的是勇敢的小孩子啊，我就赐给你心石还有50珠吧。その金で旅の支度を整えるがよい。你就用这笔盘缠去做好这旅途的准备吧。頼んだぞ、クビクビ。クビクビ、就拜托你了。
私バナナ姫よ。勇气のある人って素敵だわ。頑張ってね。我是香蕉公主。有勇气的人真是最棒了。你要加油哦，香蕉公主。ジプシーのおばばの祠はここからずっと遠だ。吉普赛老太太的庙就位在遥远的东北边。よいか、吉普赛のおばばを訪ねたならば。记住咯，如果你见过了吉普赛的老太太，声音は伊勢崎の旅のお坊様に会うのだぞ。よいな。那下一步就是要去见遗迹中的那旅行的和尚，知道了吧？这里就是罗兰城东北方的那个吉普赛老太太所在的庙了，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どうやらお主が大気の貝を持つ者のようじゃの。看来你就是有大气贝壳的人了。私は旅のお坊様に心の石を持ってきた者に。他说有一个旅行的和尚托付我，说如果身上有人身上带有心石的话，宝の地図を渡すように頼まれておる。那就要把宝物的地图交给他。さあ、宝の地図を持っていくがよい。这张宝物的地图就拿去吧。詳しいことは旅のボス様に聞くとよいぞ。详情你就去找那旅行的和尚问吧。好，那么我们就去找旅行的和尚吧。这里就是旅行的和尚所在的神殿了。好，就进去吧。哦，お願いじゃ、水を一口くれぬかの。拜托你，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吗？好。ありがたい、もう大丈夫じゃ。啊，感谢。啊，我好了，没事了。お主、おばばから宝の地図をもらってきたな。你手上有老太太给你的那个宝物的地图是吧？どれどれ、見せてみなさい。给我看一下吧。これは巻物のありかを記した地図じゃ。他说这张地图是记载了卷轴所在的地图。この宝はバンデルベルデの遥か北の海に沈んでおる。这个宝物呢就沉在邦德贝德很北边的海中。巻き物を二つ合わせて、僕らの用だったおばばの心に持っていけば。你找到两个卷轴，然后带去给庙中的那个尤达达老太太的话。浮遊場のお土地に入るための光の鍵と交換してくれそうじゃ。他说你就可以换到那个要进那个浮遊城都市。あとち。不对，不是都市，是基地吧？浮游城遗迹的，要进浮游城遗迹的那个光明钥匙，也就是说你要去跟老太太换光明钥匙，才能够进到浮游城的遗迹。那接下来就换到第三位勇者吧。そなたはぼーっとした顔をしておるが、そんなことで。バットバジャーを倒せるのか？你一脸发呆的表情啊，这样子打得倒那个肥魔吗？とにかくそなたに心の石と50パールを授けよう。啊，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就先给你心石还有50珠吧。その金で旅の支度を整えるがよい。你就用这笔钱去做好准备吧。
では頼んだぞ、ポヨンよ。那就拜托你了，ポヨン。やあやあ、久しぶりのお客さんだ。わしに占ってほしいのかね。啊，好久没有客人了。你是想要我帮你占卜是吗？好。よしよし、今日はサービス、ただで占ってあげよう。好啊好啊，那今天就免费帮你服务占卜一下吧。お、南じゃ。お坊様は南におられるぞ。啊，南边。和尚在南边呢、啊。南の方角にジプシーのおばばが住むほくらがあるそうじゃ。往南去有一个庙，好像那个吉普赛的老太太就住在那边。旅のお坊様は南西の方向に旅立って行かれました。那个旅行的和尚好像往西南方出发了，这里就是老太太的庙了，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どうやらお主が三つの貝を持つ者のようじゃの。看来你就是有水贝壳的人了。私は旅のお坊様に心の石を持ってきた者に。他也是受人之托了，受那个旅行的和尚之托，说要是有人身上带着心石的话，宝の地図を渡すように頼まれておる，那就要把宝物的地图交给他。さあ、宝の地図を持っていくがよい，那这张宝物的地图你就拿去吧。詳しいことは旅のお坊様に聞くとよいぞ，详情你就去问那个旅行的和尚吧。来看一下地图吧，三号地图就是这个样子。好吧，离开吧。那么这里就是旅行的和尚所在的神殿了，我们就进去吧。哦，お願いじゃ、水を一口くれぬかの。拜托你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吗？好。ありがたい。もう大丈夫だ。啊，多谢，已经没有问题了，没有事了。お主、おばばから宝の地図をもらってきたな。你身上有那个老太太给你的宝物地图对吧？どれどれ、見せてください。来，给我看一下吧。これは魁首堂の隠し場所を記した地図じゃ。这张是标记有魁首堂，这个魁是皇后的意思吗？女王剑吧，我们姑且叫女王剑好了。这张是标记有女王剑所在地点的地图。この宝はローランのお城のはるか南方の港の海に沈んでおる。这个宝物呢是沉在罗兰城的遥远东南方的海中。魁首堂は菅井の剣キング首堂と揃えなければならぬ。他说这把女王剑还要跟另外一把剑叫做国王剑吧凑成一对才行，居然还有一对，好吧，走吧。那么我们就换第四位勇者吧。この世界がバットバジャーのために滅ぼされ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じゃ。这个世界啊，要被那个肥魔毁灭掉，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我还要他有理哇，是那他打开脚，就只能够靠你了。是那他你心中的石头，我就帕鲁塞斯克用，我就赐给你心石还有50铢吧。その金で旅の支度を整えるがよい，你就用这笔钱去做好旅行的准备吧。
では頼んだぞ、バブ。那么就拜托你了，巴布。私は王女メロン。バブ様は攻撃の魔法をたくさん覚えるでしょう。他说他是啊，不对啊，对对对，他是公主梅隆，公主梅隆叫做什么？哈密瓜嘛。之前有个香蕉，这个叫哈密瓜。他说，鲍勃，你会记住很多攻击的魔法。哦哦，その貝の首飾りは。哦，你那首饰。あなたが有名な怪獣島の方ですな。你就是那有名的、那著名的备受岛的人，对吧？旅のお坊様があなたを探してラーナルの町へ旅立っていかれました。有个旅行的和尚要找你，然后就去了拉纳镇。必ず会ってくだされ。你一定要去见他。お城を出て、ほくらを渡れば、ジプシーのおばばが住んでいるほくらが見えるよ。離開城堡、然后、过了一间庙、就会看到、那个吉普赛的老太太、居住的庙，这里就是老太太所在的庙了，就进去吧。どうやらお主が大地の貝を持つ者のようじゃの。看来你就是有着大地贝壳的人了。私は旅の坊様に心の石を持ってきた者に。这个老太婆也是说到。旅行的和尚所托，说要是有带着心石的人过来，他看到那妻子哦，我他使用你他能买来丢，那就要把宝物的地图交给他。是啊，他看到那妻子哦，我得看看有意，这张宝物的地图你就拿去吧。不要细口的话，他比那我报什么你都有意的，详情你就去问那个旅行的和尚吧。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是长什么样子。四号地图，这里，好，这里就是南方的拉纳镇了。我们就进去看看旅行的和尚在不在里面吧。ファットバジャーは愛の力に弱いと聞きます。我听说那个肥魔对于爱的力量是脆弱的，对于爱的力量是脆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その愛の力の源の日本の剣、キングソードとクイーンソードは、至于那爱的力量的泉源的两把剑，也就是国王剑和那个女王剑呢？空の城と海の中にあると聞きます。我听说一把是在天空城，一把是在海中。ここから北西に旅の坊様がおられるわ。这里的西北边有个旅行的和尚，所以并不是在拉纳镇，而是在西北边的。神殿中吗？这里就是旅行的和尚所在的神殿了，就进去吧。哦，お願いじゃ、水を一口くれんかの。拜托你，可以让我喝一口水吗？好。ありがたい、もう大丈夫じゃ。啊，谢谢你，我没事了。おぬし、おばばから宝の地図をもらってきたな。你身上有那个老太太给你的宝物的地图是吧？
どれどれ、見せてみなさい。よう看一下吧。これは巻物のありかを記した、記した地図じゃ。这个是记载了卷轴所在的地图。この宝は迷路の城の遥か南の海に沈んでおる。这个宝物呢，就沉在迷路城遥远南边的海中。巻物を二つ合わせて、祠のヨーダダオババのところに持っていけば。凑齐两个卷轴，然后去找庙里面的尤达达老太太。浮遊場の跡地に入るための光の鍵と交換してくれそうじゃ。好像就可以换到一把光明钥匙。这把光明钥匙是用来进入浮遊城遗跡用的。好，那么四个主角的前段的故事都完成了，那么就再换回第一的主角，继续进行故事吧。这一次就先到这里为止吧，谢谢大家欣赏。